最演的菲谢尔在崩三中的一个表现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进攻方式，是使用弓箭进行一个攻击。对，然后他的蓄力攻击呢，会召唤出他的一个眷属奥兹，进行一个协同的作战。好，那么他自身呢，在使用蓄力攻击以后呢，也会得到一个强化，同时释放。对，好，这里是他的一个闪避技能的一个演示啊，是有一个全局时空断裂的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弱点射击。那么在弓箭系统里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开镜的操作，这个是全新的机制了。对的，使用这个武器技能以后呢，就可以开镜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操作，就是移动它的准心去对准怪物的，它的一个弱点，就是在移到弱点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瞄准的图标就会发生一个变化，就是看到这个提示呢，也就是说这一击的伤害会有所提高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在这个瞄准系统就击中了敌方以后啊，也不一定要击中这个弱点，就是可以，对，是可以马上衔接自己的这么一个 QTE 的。对对，然后这里是来到一个必杀技的一个演示，没错没错，他是召唤了自己的眷属奥兹，然后在天空中降下一大波的这么一个箭雨，对，如同星辰般的箭矢，对，倾泻而下。